微小的力量去对抗庞大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就算我们输了我们都是赢，是不是？普罗价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即係呢個捷克嘅黑人有後防啦，助攻嗰方面咧，似乎個腦筋有咁上下啦。佢有埃塞俄比亞血統啊嘛，佢以前家族係跑長跑噶嘛。即係父系好勁啊！係咩父系啊？咁冇係啦。啊，豬水啊！四場嘅賽事啊，邊個睇呢場先？場咗睇㗎啦，我哋就真係睇就走寶係咪先？逢星期二晚十點，逢星期四晚八點半，天下足球同大家八盡球壇天下事。好，翻嚟第二節嘅城市再論壇，居然今日冇人會講出頭先嗰首係咩曲喎？咁啊，威嚇就話未聽過喎，咁都幾驚訝喎，我連佢都話未聽過，冇係啊，幾驚訝喎，威嚇都未聽過，係啊，幾驚訝喎，因為呢個咧其實係非常著名嘅鋼琴協奏曲，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咧作品58G 大調。不過對於我嚟講咧，最緊要都係即係。睇啲咁嘅 MV， 我都覺得即係最即係啲咁嘅即係最 visual 咧，都係睇嗰個指揮家嘅啫。邊個 conductor？ 哦，呢個我冇特別揾啊，因為我今日咧就好急啦，咁所以就喺 YouTube 揾條片出嚟。OK， 咁啊主要係播呢首曲。咁點解今日又播貝多芬呢？因為通常我播貝多芬嗰陣時候咧，就梗係真係要鼓勵一下自己啲情緒啊。嗰陣時就會播貝多芬噶。咁呢首曲其實係相當名嘅曲嚟嘅，都幾奇怪，原來唔係太多聽眾係有聽過。嗱，貝多芬第四交響曲咧，其實喺歷史上有一個幾重要嘅地位嚟嘅，咁第一就係佢屬於其實係嗱，我都講過啦，即係作品55呢個英雄交響曲係佢係即係我認為咧，亦都好多樂評家都認為係其實由古典樂派轉去浪漫樂派嘅一個劃時代嘅作品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呢個浪漫樂派第一個嘅協奏曲嘅作品嚟嘅，其實咁就係貝多芬作完第三交響曲之後嘅第一個作品。第二咧就係佢係協奏曲咧，一般嚟講咧，所謂協奏曲就係咧，即係又有樂隊啦。又有獨奏咁樣，咁佢哋交換咁樣啦，跟 chattle， 咁但係呢一般嚟講喺古典嘅協奏曲呢，就一開始就係會個樂隊奏下先咁樣，咁然後嗰個獨奏家呢或者個樂器先會跟住上嘅。呢一首係史上第一首呢一開始嘅協奏曲嘅第一個樂章呢，係先由獨奏家奏咗呢個八個小節先咁樣，咁呢就先至進入呢個樂隊嘅。咁呢個係貝多芬嘅一個創新啦咁樣。咁之後當然呢之後嘅大部分協奏曲都會係由獨奏家開始作嘅。咁咁所以呢兩個係幾重要嘅喺音樂史上一個地位。第三就我認為即係呢首係貝多芬其中一首傑作啦。咁係比較叫做咧 deep 啲嘅作品嚟嘅，比佢前期。其實貝多芬乜嘢都 deep 噶啦，according to you。係，咁又唔係喺佢早期嘅就唔係嘅。咁佢但係呢首比較 deep 咧，就係因為佢比起第即係另外一首比較出名叫《帝王協奏曲》。我就知道佢 deep， 但係佢唔係 the only one， 好似即係。除咗佢之外，仲有其他人 deep， 咁你就話其他人唔 deep。咁我冇，不過喺貝多芬作品裏，貝多芬作品裏邊咧，比較起上嚟咧，就第五嘅交響曲叫做即係最出名嘅帝王協奏曲咧，嗰個旋律就好出名啦。咁但係咧就會比較輝煌啲，但係咧第四鋼琴協奏曲咧就一般嚟講就視為比較內斂少少嘅作品嚟嘅。咁今日咧就會播曬佢成個第一樂章嘅三節，咁咧就好似頭先播第一節，咁跟住就會接住。即係你哋播唔到啦，我可以播下咯。未，今日你。喺度你可以喺度同佢咩？我哋就可以 hea 下个脑先咯。我唔敢佢嚟嘅，佢好犀利。我睇呢啲，我永远都系即系净系睇，即系睇佢。系我平时嗰啲。哦，系啊，我系啊，我。咁啊，无论如何，咁希望大家可以，如果佢原来咁多网友未听过嘅话咧，咁我就诚意推介啦。少听啊。系啦，要诚意推介啦，贝多芬嘅钢琴协奏曲第四乐章 G 大调，我再重新。G major。系啦 ，G major 嘅作品嚟嘅，咁一阵间可以再讲少少啊。其实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解嗰啲乐曲叫做 G major、C minor？ 你知唔知？
点解？我话呢个要讲要好咗好长喎，知咁我梗系知点解啦。但系即系即系唔同嘅调子咧，喺如果古典喺譬如唱流行曲冇嘢嘅，大家去唱卡拉 OK 都知噶啦，会升 key 噶嘛，会升 key， 会降 key 咁啱，其实就系咁啫嘛。咁但系古典咧，即系唔同嘅调子咧，系代表唔同嘅情绪嘅。第一，第二咧就系其实个作曲家点解要选用嗰个调子咧？第一同嗰首乐曲有关系啦，第二同个乐器好有关系啦，第三咧亦都会咧好，即系佢要特登用呢个调咧，系代表佢自己某一种情绪，或者咧系某一种嘅心情咁样嘅。咁譬如喺莫扎特嗰个情况咧，佢会作 C minor 嘅或者 G minor 嘅作品系非常之少嘅，即系 C 小调或者 G 小调嘅就非常之少。但系逢真作出 G minor 嘅作品咧，都系杰作嚟嘅 ，C minor 都系。咁咧，所以呢个都系一啲比较特别嘅情况。咁啊，呢个关于唔同嘅调咧，喺古典乐曲嗰里边咧，个唔同嘅作曲家个用法咧，都可以咧迟啲咧搵少少时间出嚟咧，系讲下。咁啊，选完之后至讲咧，都讲得好深下，所以我都唔系好识。系啦 ，Swana， 你系咪仲有啲关于选举嘅嘢咧？系，我想讲关于选举，因为我今日特登咧就系情商，我就想嚟大家讲下关于选举，因为。四年一次嘅選舉又到啦。我諗嗰時蕭生曾經話過我身經百戰。咁其實我係真係身經百戰。係啊，幾時開始到而家？我可以話俾你聽，喺1993年喺加拿大。加拿大係九三年我考會考。即係你仲係可能未出世啊咁咯。出咗世，大佬啊！搞錯，學民思潮嗰啲未出世啊！我將近40㗎啦。It's a joke, OK。當時曾經喺加拿大咧，就係campaign 嘅，我哋係幫一個人選咧，係選federal 選聯邦嘅，即係最高層嗰個聯邦啦。因為我哋分三層政府嘛，聯邦省同埋市啦，咁我係幫一個人咧，就係選聯邦嘅。嗰陣時係由零開始，差唔多好似而家咁嘅情況啦。咁我哋都做咗好耐好耐，好越由少人一路做，越嚟越多人，一路至到党内提名，然后再联邦大选系赢咗嘅。哇！同系赢得好漂亮嗰次。哇！嗰个系唐人嚟噶。系咯，我都想问。系嗰个系唐人嚟嘅，如果唔系唐人咧，我或者唔会帮。系咯。咁嗱，我唔会开佢个名，我相信好多加拿大人知道我讲边个，佢系做咗部长嘅，入国。系，我哋都好 surprise 啦，我哋都好惊奇，佢系从来冇经验，乜嘢都冇做过，但系选咗出嚟咧，嗰时嘅总理就 appoint 咗佢做部长，全加拿大得30个部长，咁嗰时我哋即系，所以我喺呢方面系比较有经验啲咯，我系去 convention 嘅，我系去党大会嘅，系，我哋跟埋我哋个 minister 去党大会，所以你所以成个过法系你直情喺 convention 赢埋先党内。赢咗 convention， 跟住你先开始。党内提名赢咗，因为有人同我哋争到天昏地暗，争完党内提名，呢度香港冇呢啲嘢噶嘛，咁再争再大选，再大选之后完咗，佢做咗 minister， 咁咪隔两年啊 convention 啊，咁我哋咪去 convention 咯，我哋去到。今次去都好近啫，搭隻船就去到，有陣時要搭飛機噶嘛，去 convention 去黨大會，咁啊即係成 group 人咁樣去，咁樣開會講 policy， 作講得最多嘅就係 policy， 係當然啦，即係政策。咁自從嗰次之後咧，不斷咁樣喺加拿大度都有，即係佢贏咗啦，咁之後我就唔理佢啦，咁我就試下睇有冇第二個我可以幫下啦，咁都有亦都有一個，我又幫咗，咁佢亦都選咗出嚟嘅。佢係省議員嚟嘅，而家係即係 provincial 嘅。佢亦都係做咗 minister。係今時今日做 state government 定係做 federal government 嘅 minister。provincial 係啦係啦係，即係 provincial government 嘅。即係咁，你即係我哋講到中文啦，講中文啦，即係省部長，省部長冇錯，係所以我係識得嗰啲人嘅。我可以話喺加拿大助選戰無不勝。差唔多次都贏，係輸過一次咁大把啫。你哋五區落齊，我哋咪發達。係咧，但係我喺香港助選咧，就次次都輸，就係贏過一次，就係大班嗰次。零四年嗰次贏，因為佢係大班。2007年區議會選阿牛贏咗啦，但其他都贏唔到。你覺得香港難玩在咩地方？2008年又輸。2011年
區議會又輸，仲輸到真係嚇，到而家12年啦。OK， 我等咗8年啊。點解我喺加拿大次次助選都贏？如果係咁，即係推你去幫陳淑莊好過咯。咁樣講啦，講笑就但係其實係好唔同咧。譬如喺加拿大，即係尤其是 federal government 嗰次啦，即係聯邦政府嗰個選舉咧，其實係關於一啲即係全國性嘅議題同埋整體嘅 policy 絕對係全國性嘅，永遠都係 policies， 已經唔需要講意識形態㗎啦，已經唔需要話多啲民主好啊，又話少啲民主好，全部都係 policy 左又話右又話中，係嚇幾好啊咁樣，係噶，係咯，我而我哋而家就係啊，係啊，討論緊食屎定食飯咯，多唔多錢？討論緊食屎定食飯咯，係啊，你都爭取食屎食飯咯，唔食屎咯，係啊，係。咁樣咧就我喺度觀察緊咧，都喺度思考緊喺香港嘅 political landscape， 即係政治嘅。光谱唔系光谱 ，landscape 系地势、地形、地形版图系啦，版图。自从2003年嗰时有一个好大嘅游行，令到2003年尾呢个泛民喺区议会选举系大胜，系啊。然后2004年泛民都喺立法会选举度，亦都赢咗好多席，系咪？系咪赢咗好多席？04年你讲系04年嘅立法会选举，其实泛民并唔系赢到多席，起咗个公民党先，起咗个公民党，但系因为佢哋第1971年嘅戆居啦，亦都系即系共产党嗰次系全力係即係反撲啦，咁令其實直選並唔贏得太多，但係咧功能組別就多啲，即係泛民，所以嗰陣時功能組別多係26席，如果連埋之後陳太嘅補選咧係有27席嘅，其實係咁。去到2008年就跌到23席啦嘛。咁但係咧，其實又留意喎，直選咧係由18席變咗做19席嘅喎。嗯。但係咧，不過咧就功能組別輸翻幾席出去，包括會計界啦，包括醫學界啦，包括仲有2-3個嘅。咁就因為嗰度輸翻曬出嚟咧，就令到咧整體嘅議席數目由27變翻23。冇錯啦，我哋喺由呢個高位。即係呢個巔峰，即係2004年、2003年、2004年，一路至到而家，大家已經等咗幾多年呢？係咪7-8年啊？係咪等到好厭呢？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喺呢一個現狀度，一個無好呢個民主黨，本來佢係帶領住香港嘅泛民嘅，越嚟越萎縮，退後退，而家仲即係入埋中聯辦同佢哋傾偈添，咁我哋已經唔當佢係我哋嘅一份子，但係我哋苦無機會嘛，我哋呢啲係好堅實支持民主、支持自由、支持人權嘅人，我哋冇人代表我哋，我哋要等一個機會。咁今年係咪我哋嘅機會呢？我哋嘅機會係咪已經到呢？如果大家認為我哋嘅機會已經到，我哋就要找緊呢個機會，因為所有嘢。人生嘅所有每一件事都係講 timing， 講時機，結婚講時機，生仔講時機，離婚講時機，買股票買樓全部都係講時機，但係都不及從政，從政亦都係講時機，更加重要嘅係今年2012年係我哋嘅年，係我哋呢一班死都唔肯投降，真係咩天生一副硬骨頭嘅就係我哋，我哋唔妥協，我哋唔接受政改方案。我哋唔承认呢一个由小圈子选出嚟嘅特首，我哋要废除功能组别，我哋呢一班人，至到今时今日，今年就系我哋嘅时机。嗰个英文系咩啊 ？If not now, when？ 系啊。If not us, who？ OK， 如果唔系今年，我哋仲要等几多年？如果我哋今年做唔做嘅话，我哋系咪仲要等8年？10年、18年，到时我都死咗啦，好多人都会死咗。OK， 所以嗱，你哋即系我哋呢啲人，即系一路睇住，一路睇住历史嘅长流，一路行时光，一路行，我哋睇住个心好急，但系唔知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见到啲人越嚟越不济，如果大家都有咁嘅感觉嘅话，啱啱我哋呢一个好新兴嘅党啊，叫做人民力量。有四个组织系咧，年龄过仔嘅真系。有四个组织夹埋嘅系，你哋系好即系好 green 啊！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从一个老手嘅眼光嚟睇，你哋真系好 green。你哋系冇咩经验啦，你哋唔识得点样 handle， 点样做 campaign 啊，或者慢慢学啊。你哋唔识得点样搵义工啊，点样对义工啊，咁样。你真系可以学，但系 still
時間係好少咯。但係時間少，時間少，我哋都用都需要找緊呢個機會。六十日，我哋仲有六十日，六十日係一段好長時間。講 campaign 嚟講，我可以話俾你聽，從我經驗嚟講，六十日係咩嘢事可以翻天覆地嘅，可以翻天覆地。所以如果有大家聽到，你哋係想找緊呢個機會，係我哋好似我哋呢班天生硬骨頭嘅，我唔係劉慧卿啊，係我哋咁硬頸死不退嘅人，你哋就要立即嚟參加我哋嘅團隊，幫我哋一齊去做一個改變。大家覺得去年政改方案民主黨投咗贊成票，泛民好似分裂喎，我哋應該點呢？係咪大家談判下好呢？係咪四分裂？你打我打你 ？No， 泛民分裂 is nothing。比較起這個建制派分裂，我哋係 nothing。OK， 建制派已經係打到咧出曬面啦，又告 ICBC， 又捉佢，又揾記者嚟撩佢啲嘢出嚟。正是建制派的分裂已经是将我们的泛民分裂变成是 nothing， 变成是大无见小无。在这个这样情况底下呢，就是真的乱七八糟啦。即是好像七国那么乱。越乱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些新兴的政党在一个乱世的时候是有出头的机会。如果那个情势是不乱的话呢，個個都會選翻民主黨，個個選翻公民黨，即係嗰啲嚇律師啊，個專員選翻公民黨。但係如果佢一亂，我哋就呢啲新興嘅政黨就有機會。係啊，譬如你話就咁話新西啊，新西都比較即係你都而家都數到曬邊個企翻喺度啦，所以嗰啲變咗可能即係要新興政黨冒起嘅機會比較少啲咯。冇錯啦，即係七國咁亂嘅時候咧，所有嗰啲好叻嘅人就會走出嚟，系啊，咪見真章咯，嗬。系啦，冇錯，你講得啱啦。即係我哋呢邊，我哋呢班嚇，有啲才子啊，有啲論述能力好高啊，有啲好靚仔啊，有啲係即係總之係有呢個 politician 有政治家嘅 quality 嘅人嘅質素嘅人咧，到時就會冒起出嚟，咁樣。作為精明的選民，你們要決定你們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樣選回以前那些民主黨啊、公民黨啊，抑或選一些有潛質同埋有 promising、有 future、有將來，是嗎？ promising 怎樣譯啊？有承擔，有承擔，是咩？唔係嘅，唔係嘅，即係有 potential 咁解咧，係啊。嗱，我話俾你聽，你開頭話選嘅時候咧，我係有啲擔心，我係擔心，所以我問阿醫生話：，哇，咁樣選法點樣啊？咁樣即係究竟點樣贏啊？咁樣我係有啲擔心嘅，我係有啲擔心，因為你哋實在太過 green 就太過 young 嚇。係啊，嗰陣時我都係耍佢咁答，太過冇經驗啊嚇。咁我點樣選得到？因為香港港島區。港岛区是即系兵家必争之地，选亲港岛区嘅一席就等于其他区嘅两席，选亲港岛区嘅全部都系主席级嘅，系啊，余若薇、曾玉成、叶刘淑仪、马天呢、杨森，所有主席嘅都系选港岛区嘅，叶立啊、陈方安生都系，因为港岛区从来就系香港嘅政治同埋经济嘅中心，所有好重要嘅人都住喺港岛区，同埋喺港岛区翻工嘅，所以港岛区嘅人同埋港岛区嘅人对于佢哋。邊個代表佢嘅議員係好簡擇嚇？如果我哋人民力量可以有一個人係選得到港島區，當然係一定要出主席嘅，一定要出主席選港島區，唔係真係睇唔起港島區嘅人。OK， 所以我哋嘅主席就選港島區。如果我哋嘅主席係可以選得到港島區，即係話香港嘅人，香港大部分嘅人係認同咗我哋人民力量。所以呢口气要咬到去九月啊！不过即系嗱，大家即系正估啦，Sonia，如果大家由2004年啦开始听呢个人民台开始啦，我相信咧，头先即系Sonia讲嘅嘢加埋咧，仲多过佢咁耐以嚟之前喺我嘅节目嘅加埋要讲嘅，即系证明佢几咁关心今次嘅。真系有道火啊 ！feel 到系啊，我都 feel 到有道火啊，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啊！
因為以前做風雅蕭蕭嘅時候，蕭生成日講鹹濕古仔啦，咁我就唔係幾中意講嘅。即係我哋鹹濕，你又可以唱蘇玉賢啦。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感覺。我點解要講我喺加拿大助選嘅經驗俾你哋聽啦？我覺得咧，今次係有啲類似我嗰陣時喺加拿大助選。我呢一位議員，佢而家已經唔做議員啦，因為佢已經選咗已經十幾廿年啦嘛，係咪？當時我哋係由好少人一路聚集，越嚟越多人。由本來同埋越嚟越多人肯捐錢啦，出錢又出力，一關咁一關咁樣過。我有啲咁樣嘅感覺咯。我希望我感覺係唔會錯啦嚇。因為開頭我都驚嘅，我可以話開頭驚你哋係唔夠人幫你哋，但係我覺得而家係個勢係起緊咯。但係起緊又唔係。我哋要 keep 住，要 keep 住一路一路會增加嗰個支持度啦，一路一路做嘢啦。冇否認譬如七一啦，Charlotte 七一翻咗嚟未？未啊，我未翻。係啊係，七一嗰日我哋嗰個上個星期你有講到咧，嗰個感覺係好嘅，亦都即係籌唔籌款個數字係好明顯係一定係叫做係贏曬嘅，即係呢個係真嘅。不過即係我哋亦都明白，即係可能我哋係咩咧？我哋嘅支持者咧就係逢一支持親我哋咧就好 passionate。就會出嚟咯，出曬嚟，係冇錯。用佢俾好多資源你，捐好多錢俾你咁樣，但係可能我哋就見盡，係咧選舉嘅嘢咧，就係其實最重要就係將一啲沉默嘅人能夠掘出嚟，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見喺表面會見到係有嗰個支持度，有嗰個氣勢，但係喺去到選舉嚟講咧，都係一個仲有好大嘅隱憂，同埋係未知道究竟我哋嗰個支持度去到如何。咁但係嗱，我知道即係 Sana 係真係。你見佢頭先講嗰段嘢係真係可以聽，係加埋佢之前喺風雅蕭蕭隔十五六年，你都未講過咁多。講到點啊？就因為證明佢真係好 care 吧，今次嗰個選舉。哦，頭先你講嗰啲嘢應該可以攞嚟錄聲帶播翻出街，應該係啊係。咁亦都真係咁，所以真係好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哋多啲力啦。因為譬如我哋嗰日去食飯咧，都同啲義工啊分享過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就係、以前咧，譬如選舉咧，啲人行埋你話我會支持你咁樣。今次咧，我哋幾個區咧，即係所有譬如行埋你嘅支持者咧，就係話我幫你拉十票咁樣。大家要打電話俾親戚朋友嚇，盡量遊說佢哋，即係解釋俾佢哋聽，因為好多人都話：哎呀，我唔中意人掟嘢嘅咁。係啊，係嚇，咁你要解釋俾佢哋聽，嘥些少時間，即係 if not now when 啊，呢個機會過咗，我唔知要等幾耐，可能又要等多八年啊，十二年啊 ，OK。即係呢班人，如果今次輸咗嘅話，你估佢哋會唔會出嚟再選呢？嚇你咁佢哋又放棄咗自己嘅職業嚇，又要喺度捱熱，又要出錢，有啲咩蠢人會做呢啲嘢呢？佢咧其實真係好傻嘅。唔係為咗少少嘅理念，當日1993年我幫呢一個人，亦都係同樣嘅道理嚇，冇咩得着㗎，我哋冇咩着數嘅，真係冇嘅，車錢都自己出埋㗎。咁但係做人有陣時係要做呢一啲嘢㗎嘛嚇。系啊，有阵时做咗傻嘢系好紧要。唔系傻，绝对唔系傻。democracy 即系民主呢样嘢一定要争取嘅。系一定要争取。有啲天真嘅傻气嘢系有啲。要有好多嘢。如果唔系好难咬住落去嘅咯。你哋后生我好多咧，你仲有好多时间、好多精神去做啊。系咁，所以即系苏珊娜真系好耐冇讲过咁。激動嘅我冇乜機會慷慨嘅一番話，係啊，所以佢真係好今日好一定要喺呢個節目度。雖然你知啦，就喺蕭生節目，你真係冇得咁講法噶嘛。佢嗰度佢話嘿嘿，又講鹹濕古仔啦。跟住到你想講嘅時候，講第二期嘅不滿嚟嘅，係啦係啦。咁就咁但係即係都幾感人肺腑嘅一番話。所以真係希望即係蘇珊娜又特登翻嚟，又唔怕熱，幫我哋做義工，亦都即係對於今次咁 care。咁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蘇珊娜一樣咁嘅決心、熱誠，因為我覺得咧，即係最同大家講咧，而家人我知道好多聽眾咧都唔可能時間工作關係啦、時間關係啦，亦都可能係即係面子關係啦嚇，就好少會出嚟做義工，因為其實即係出嚟做義工派傳單俾人拒絕咧，係一件幾痛苦嘅事嚟㗎。其實我的而且確可以話俾大家聽，你如果第一次做義工咧，你咁樣係咁遞單張咧，十個只係中一個嗰陣時候，你覺得哇，我哋成世人未俾人拒絕得咁緊要嘅咁樣啊，
所以我明白有好多朋友都會放下身段，係啊係啊，咁呢個會好大嘅難過嘅心四關佢要過。如果過到，大家出嚟當然好啦。如果過唔到嘅，今次如果大家都認同頭先 Swanna 講嘅嘢，認同譬如我哋其他之前講嘅蕭生喺我哋決志大會嘅演說嘅話咧，或者其他鬱敏啊大舊喺議會裏邊嘅努力嘅話咧，咁係好值得。甚至你如果唔肯自己出嚟嘅話咧，厚啲面皮揾你啲朋友親戚同佢拉下票。呢個都會有影響嘅，我覺得，因為我成日都講，其實好多時候香港人或者全世界人都好咧，投票或者佢睇出戲好，聽首歌好咧，其實係講口碑嘅，因為佢係咪真係對於嗰樣嘢咁有意見咧？咁有啲人一講咗，我係支持民建聯啦，連講三十分鐘，咁嗰啲你梗係可以放棄啦，係咪先？但係有一啲其實，冇乜所謂啦，即係邊個啊？嗰個好啲，睇落去個樣好啲，係啊，我中意葉柳，斯文啲，有禮貌啲，係啦。咁嗰啲其實佢係好弱嘅啫，嗰個投票嗰樣嘢。咁你就要更加咧，我明白，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就覺得，我自己支持咪算咯，點會幫人拉票啊？會影響我啲朋友關係又親戚咁。親戚上頭好難講呢啲嘢噶嘛，但係如果大家真係care about今次嘅選舉話咧，咁呢樣嘢都要做啦，即係希望可以付出多少少，個面皮厚少少，起碼可能同朋友講多啲嘢，拉到一票就係一票。我哋嘅聽眾咁多，其實每個人拉多一票，講真的已經係幾萬票噶啦。甚至系十萬票，咁夠贏噶啦，其實唔係真係噶，真係噶。最重要呢條路就唔係話淨係一個人行啦，我哋都會即係我哋互相都會搭住膊頭一齊行呢條路啦。咁所以就係一個團隊工作嚟嘅，係一個即係大家好團結咁去做一件事。所以即係唔好諗住，我一個人拉票好似好緬甸啊咁樣，就唔使咁諗嘅。咁我哋成班人咧係會即係傍住咧一齊去做嘅。係啦，係啦。嗱，咁喺第二節完之前咧，有人答一少少啦，就係、有人問80萬係咪？人力嘅官方數字，呢個係我哋即係嗰日喺七一之後咧點算嘅出嚟嘅數字啦。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最多呢？係多，肯定我哋係最多。我哋嘅實際嘅數字係比呢個數字更多。休息一陣。